也是一样，这种上坡的情况。然后耳贴用了，对吧？有没有台是要跳上去的 ？OK。看到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又有跳上去平路的地方，并且水的一定要好，这样有球来证明的比较更好一些。在这个地方啊，水平只是这样子，也是有山坡的这种证明的情况嘛，然后有点斜的嘛，然后呢，还有一点是什么呢？倒水的时候啊，它这个水呢是倒着往上流的感觉，往上流。然后呢，倒上去的时候啊，自动的水分的情况呢，自动往上流的情况也有。并且还有一点呢。在这个水平啊满的时候倒的以后啊，它会，如果这个地的如果平的话呢，它会反悔、啊、反悔，然后呢待会呢反悔的这个场面呢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滚的时候啊，倒在那个地方某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它停的时候啊，如果平地的话呢，它会退回来。这个情况，没有什么挂格的时候，它自然而然呢会退回来。OK， 所以证明出来，大家带回来到那个地方都懂。너무 무거워서 그래, 무거워서.